我哋一齐嚟祷告，主耶稣，感谢你，主，我哋将呢个时间完全嘅交托俾你，让我哋嚟到你面前，打开我哋嘅心嚟领受你嘅话语。主，我哋亲自嘅你将恩爱姊妹完全交托俾你，一阵间佢得讲出你所要讲嘅话，让佢嘅话得就做，同埋鼓励我哋每一个人。主耶稣，我哋感谢你，我哋将呢个时间交托俾你，奉耶稣嘅名咁祈求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欢迎大家。中秋节快乐！边个系第一次嚟噶？因为未信主嘅，你举一举手俾我哋睇下你系边位啊？哇，唔多，唔错啊！欢迎你哋啊！好啊，同时嘅咧，我哋都有一啲礼物俾你哋，所以咧，我哋会分啲礼物俾你哋。如果一阵间你哋未拎到嘅礼物嘅话咧，你哋就举手啦，好唔好啊？所以头先你都讲到，我哋信耶稣系非常喜乐、非常之平安嘅。所以每一次当我哋遇到困难嘅时候，我哋知道耶稣就系嗰位俾我哋平安嘅耶稣，佢系俾我哋有能力嚟冲破所有嘅困难嘅耶稣。所以我哋唔使担心，尤其是我哋认识主耶稣嘅弟兄姊妹。未认识主耶稣嘅咧，我哋都鼓励你哋，让你哋再次嘅嚟经历我哋呢位又真又活嘅神。好 ，OK， 感谢主。应该不会太重吧，那些礼物。好，好了，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安静我们的心，你一起唱这首诗歌，拎晒未啊？好啦，大家拎晒未 ？OK 啊，拎咗啦，好，我哋大家一齐嚟敬拜我哋主。我们唱这首歌，下雨天的平安，让这个平安能给到你们每一个人。下雨天幽暗渐渐过去，无边思忆仍在心里，但你对我说不要怕，只要信耶稣，你替代我的软弱。今天安稳在你臂弯，暴雨来我也不怕，狂风过去，青天复见耶稣。疾病不需惧怕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平安在我心，主的总不撇下我，暴雨过后彩虹，主你常顾念我，
无边思忆仍在心里，但你对我说不要怕，只要信耶稣已替代我的软弱。今天安稳在你臂弯，暴雨来我也不怕，狂风过去，青天复见，耶稣令我共同渡过。平安的心加添我恩典丰富，忧伤疾病不需与惧怕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平安在我心，主你总不撇下我，暴雨过后看见彩虹，主你常顾念我，平安的心加添我恩典丰富，忧伤疾病不需与惧怕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平安在我心，主你总不撇下我，暴雨过后看见彩虹，主你常顾念我，暴雨过后看见彩虹，主你常顾念我。哈利路亚，系啊，主耶稣就系我哋嘅平安，无论系忧伤疾病，佢哋都不需要惧怕。就因为主耶稣会顾念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有这个力量向前行。哈利路亚。天地万物属我主基督，人间的爱是你带进来，天和地风雨海，你是万有的主宰，无论我往哪里走，世上难免忧伤苦痛，是你牵我手，每日指引，赐我平安，继续向前行，无论我去到哪方，主的爱令我前行，越过幽谷，恩典救我用，主大爱激励我向前行，天地默默属我主基督，
人间的爱是你带进来，天和地，风如海，你是万有的主宰。无论我往哪里走，世上难免有伤苦痛，是你牵我手，每日是人赐我平安，继续向前行。无论我去到哪方，主的爱领我前行，越过幽谷，恩典够我用，主大爱激励我向前行，越过幽谷，恩典够我用，主大爱激励我向前行。大家一齐一次嚟，越过幽谷，恩典够我用，主大爱激励我向前行。再一次，我哋唱俾耶稣，越过。向前行 ，Amen， 系主耶稣系我哋嘅力量 ，Hallelujah。好，呢、这个时候我哋嚟邀请恩爱姊妹嚟为我哋做一个见证，我哋欢迎佢。大家好，首先我知道今天我是用广东话来说，但是我是福建人来的，我说得不好呢就请大家就得笑，不过是好笑的笑，不是笑我说得不好。刚才那个你们看那个画面呢，有那个 CD 的封套呢，中间那个呢，这首歌，刚才这首歌是我的女儿唱的，我的弟女，所以很感谢神，她都是有服侍神，
我要讲的就是我信耶稣呢是跟着我女儿去的。虽然我朋友很多朋友在旁边都有跟我讲耶稣，还有一样呢，其实耶稣我十八岁就听过耶稣。细个时候我都有七八岁，我想我知道有耶稣这位神，但是我们没有去接近他。我的妹是我的亲妹是牧师，她时时有时不时就跟我说耶稣，但是我就很反感的，反感到会反面的做我，哇很突然间。现在我想起，哎呀我真的很可恶啊。怎样呢？如果她说姐姐我们去吃饭，我知道她请我吃饭肯讲耶稣的，讲耶稣的时候我就会跟她说，我跟你说吃饭得，不过不得讲耶稣，讲耶稣我起身行的了。哎呀我妹说好啦好啦，但是呢来不来又是会讲一下这样，就是这样慢慢慢慢讲，讲到时时讲，讲到我有时很反感，我就会说我不信的啦，你讲你的啦。还有我还得意，我福建人，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啊，信耶稣人拢种小人来的。啊，你我就我家讲，妈咪你最近咁样能笑想笑啦？为什么啦？做咩我会咁样讲？因为我哋信耶稣嗬，因为我哋好有一个信心，所以每次有咩事，我哋话祈祷啦，同神讲啦，同神求啦，神会俾你嘅。但系我冇信下你一味同我讲呢啲，我真系心入边好反感。咁有时我女我记得十几岁，佢又跟住阿姨去洗礼，十二岁嗰阵时，我心入边咧唔系反对啊，我即系觉得佢太细，因为点解我知道佢有洗礼，我有时我系冇话拜到好紧要嗰啲啦，不过我有时会拜我家婆啊、家公呢啲啦。拜后我佢就唔食啦，诶，做咩今日佢唔食饭嘅？咁后屘我知道以后，我就另外祭未拜之前，我又祭开一啲饭菜俾佢，同佢讲呢啲冇拜噶。咁我有时我同佢讲，系咧耶稣最好噶啦，唔使做工啊，嗰啲钱啊天跌落嚟俾我哋啦，唔使做啦，做到咁辛苦系咪？不过咧讲真噶，我信耶稣，我都唔记得点解我会突然间咁样冲口而出。我嘅有一个行到瓶颈啊，就是人生嘅好低谷嘅时候咧，系因为婚姻嘅问题，因为我想结束我嘅婚姻。唔系我嘅先生唔系话咩，佢系夜归人，系好中意去即系。你说去花天酒地又得，说成日去滚又得啦，广东人是这样讲的。但是呢他都有顾家的，他不是那种好像好，但是很痛苦，日日慢慢好像两点啊三点这样，有时我们又怕他有意外，所以生活过得好好觉得好不快乐。这样我妈咪啊，佢就同我讲，佢话冇紧要嘅，老咗就会好噶啦。我记得嗰一年咧，我已经五十几岁啦。我啊心谂，哇，五十几岁啦，仲我忍到几时啊？我好老啦。我就同我个呢个大女，因为我有三个女，当时我大女系结咗婚噶啦，有个我有一个孙，我就同佢讲。我就去佢屋企同佢商量，将我嘅想法谂法同佢讲，佢就咁样同我讲，我话我真系唔受得呢啲生活，我真系想离婚。咁我个弟女就同我讲，妈咪啊，你有冇谂过两个细妹啊？一个去读高中，一个去读大学，你咁样走咗点算啊？哇！我成个心又好辛苦咯，咁点算呢？大的女兒又信耶稣，两个又小，如果我有事起来，我忙哪个啊？我心想想来想去，没办法啦。我突然间就跟我女儿说，我女儿叫蒙儿，我就跟她说，
梦儿冇办法啦，好啦，妈咪跟你去信耶稣啦。哇，我女听到以后，哇，好感动。从嗰日起咧，我既然我讲咗啦，我就星期日我就跟住佢去救会。救会咗以后，又经过差唔多去救会有半年，咁我妹就鼓励我洗礼啊，我就洗礼。洗礼嗰日咧，我洗礼我哋系用唔系滴水嘅，系浸嘅。上嚟嘅时候，我就好感动，我就同我妹妹讲：，哎呀，信咗耶稣有咁快乐，我早啲信啦。我妹妹话：冇紧要啦，姐姐家姐信耶稣有耶稣嘅时候，时候到啦，你就会信。就咁啦。好啦，依家讲到咁多啦，我先嚟唱一首诗歌咧。嗰首诗歌就系、是、我只要主耶稣。我只要主耶稣，别无所求，有他的同在，平安无忧愁，人生的真快乐，沉在主爱里，得到那基督的早晚有，基督徒真有福，耶稣与我们做朋友，得真理得自由，聪明智慧在我手，勇敢地走天路，哪怕人气风，不贪恋世界，只有耶稣。慈爱永远长存，人生的真价值全在主爱里，释迦的救恩创始成终，基督徒真有福，耶稣做我们的好朋友，得真理得自由，聪明智慧在我手，勇敢地走天路，哪怕人气风，不贪恋世界，只有耶稣。基督徒真有福，耶稣与我们做朋友，得真理得自由，聪明智慧在我手，勇敢地走天路，哪怕人气风，不贪恋世界，只有耶稣，不贪恋世界，只有耶稣。Amen， 谢谢，感谢主。咁依家我就去分享我信咗主以后，我生命有咩改变？其实改变好多，但系唔系一下就变嘅喎，梗系要慢慢噶啦。我记得我洗礼系1997年3月31日，到依家应该有25年啦。哦，话长都唔系长，话短都唔系短，但系慢慢噶。我记得信的时候呢，我的心里面呢都是没攞下个个支持，没有，都是个心一味是去结束那个咁多年的婚姻。但是我知道读了圣经，我慢慢，我妹会有时在我旁边会跟我讲一些经文啦，怎样啦？还有我的好朋友又是时时跟我说，是说圣经里面呢有说你不用忧愁，你要吃什么、着什么、穿什么、吃什么，这样。那我就知道是不要为明天忧虑，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
一天的事一天当就是了。这个话在我心里面好感动。咁样我慢慢慢慢嘅，藉住个祈祷，其实都有一啲逼迫嘅，因为自从我先生知道我跟住我女去信耶稣之后，佢系好唔高兴。不过我冇同佢讲咩人原因我信耶稣，因为我冇讲出嚟。佢有一日佢就好发脾气，发脾气嘅时候咧，好大嘅脾气，我就好惊啦，心入边我又唔想嗌交嗰种啦。咁我又打电话同我牧师妹讲，佢话唔使惊，去祈祷，去读圣经啦，佢会过去噶啦，你唔好同佢正面冲突啦。咁我听佢讲咯，慢慢慢慢嘅，我去讲嘅就系前边我讲我先有所囊中是受能。个心入边咧感动我咧，头先我唔记得讲，我个女喺教会做工嘅吓，佢喺教会侍奉咧，但系咧礼拜有时嗰个礼妈就放假冇人凑嗰个孙啊，有时佢就会妈咪，你得今日你教会帮我带下佢翻去屋企，等我放工我自己带翻嚟，咁我就去教会嗰度等我个孙啦。但是你知道我教会刚刚新墙有楼梯，哇，他们个个走进来的时候满面笑容，哇，信耶稣有这么开心吗？我又说他们小冷，我这最小冷吗？我自己这样想，哇，不是吧，那个情形在我脑筋里面有一点那个问号。老实说，信耶稣是很快乐的，但是呢都是慢慢慢慢自己去找，还有受教，就是我这个朋友有时候他会跟我说，有时候 我先生还是夜回来，那我又会打电话，哇，我又是天光都不回来，是说你交托给神啊，你会比神管得更好吗？你去祈祷，这样真的我很奇怪，我刚刚跪下祈祷，我就听到他开门声。所以你不信都不得，我心想，哎呀，这样我慢慢慢慢就我的生命，以前我有脾气，有时我的脾气都不是几好，但是慢慢慢慢改了我的脾气，我就没那么多暴躁啦。你说暴躁我又不是暴躁。那后来我的女儿，我就送了我两个女儿去外国，因为我觉得我爱她们快快读完。五年读完咧，两个读晒，我就做得行离婚呢条路啦。我信咗耶稣以后，洗咗你，我都系仲有咁嘅心智。不过我知道系错嘅，但系咧，我就收尾我读圣经啊，就创世纪有咁样讲，佢话上帝系先做亚当，咁样佢话佢啦，一他独居不好，这个我不会讲广东话。他说我要找一个 女人来做他的帮助，做他的就是帮助，所以我们女人是帮助老公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而且我们又是他从他的肋骨、拿了一条肋骨找我们女人。好了，这个有一件。后来我又读到马太福音，那个耶稣这个彼得就问耶稣啊，佢话如果有人得罪我咧，我原谅佢七次，到未啊？耶稣同佢讲，唔系原谅七次，系七十个七次，哇，死百九十个，冇啦，都系冇咁多啩。好啦，继续原谅啦，就继续原谅。讲到好多呢啲嘢，有时。讲真的，以前我好讲的时候，我会咬牙切齿，不是讲到咁。但依家讲，因为点样依家我唔识讲佢嗰啲嘢，我觉得我今日我做见证冇办法，一定要带出嚟，唔得讲大话噶。所以乜嘢都爱讲真嘅，所以我就爱带出嚟啦，又讲唔好听噶啦，即系对唔住佢啦。
我唔想讲嘅，不过冇办法，一定爱讲。其实佢都唔系咁坏嘅人啦，佢有顾家，如果唔系都系好艰难维持呢段婚姻噶。好啊，我依家嚟，我哋大家嚟唱一首《除你以外》。这首歌大家都会唱，我们一起唱好吗？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还能有谁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别无眷。谁能擦干我眼泪？除你以外，有谁能带给我安慰？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，但是神是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还能有谁？除你以外，情形，2020年嘅时候，我有一场病，而且呢个病个个听到都好惊噶，就系癌症。虽然咧医生同我讲嘅时候，我有平安，我亦都唔知点解我喺边度嚟嘅力量啊，我有咁嘅平安。情形是这样，我那时候2020年，大家都记得啦，还是疫情的时候，是不是？我们医院那些都
好多墓开啊，你入去窿中都爱好艰难啊，好多手续。咁我觉得我唔舒服嘅时候，我又去睇我嘅家庭医生。家庭医生就同我讲，佢话我俾你试下嗰啲antibody 啦，即是嗰啲抗炎素这样。我说好咯，食咗以后仲衰，我就同个医生讲，点解反应系咁样？佢话阿 D 呢个药你以前食过嘅，冇事嘅，不如你嚟验血啦咁样。咁我话好啦，验血。咁你知验血，我哋爱有一段时间唔爱食嘢噶，系咪？咁我就约咗一个时候去验血。验咗血以后咧，那个医生就同我讲，佢话你个子宫旁边嗰个指数好高、哦，我写信俾你去医院啦。我话吓，依家我去医院。佢话系啦，就写咗信俾我，星期六俾我嘅。星期六我又好硬皮，我都唔惊。我话，我唔想去。医生话你快啲去，快啲好啦。咁星期日个时候我又好辛苦成个人，所以我打电话俾我细女，细女就嚟带我同我女婿，我哋就去紧急部门 A&E。结果咧，个医生就俾我留医喺嗰度啦。留醫咗禮拜日去，拜一去驗驗驗，拜二就同我講我係有癌症。不過我有平安喎，嗰陣時我唔識驚喎，我都唔知點解我唔識驚。但係我同你講，我就係、是、我已經早早嘅時候，因為我一切都係交託俾神，所以我嘅心入邊好平安。我有化療。十二次的时候呢，我就拒绝开刀。开刀我又再第一次的时候化了一个药，我是不对的，我是在讲这个见证，耶稣救我。是怎样呢？那个化了的药一进去的，我马上就个心好像爱停了，因为那个药我不对的，副作用。咁結果醫生啊、護士啊，佢哋窿中嚟啦，好似好緊張。但係嗰陣時我已經唔知道啦，唔知道嘅時候，我嘅腦入邊咧有一個昏迷咁樣。我叫耶穌啦，耶穌救我啊！我有存活，我冇同佢講我唔愛死我。耶穌救我，我有存活，好大聲。結果我就眼開咗啦。开咗以后，我就睇好多医生，四五个护士啊，有啲又同我放氧气啦，又插针啦，唔知边度。我成个人就好攰啦，但系我觉得我身体咧喺嗰度系跳动噶，我唔明点解会咁样。后屘嗰个护士同我讲系我个血压太低啦，所以耶稣真系好似我哋圣经讲黑人。我说耶和华，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，使我存活不至下坑。哇！我嗰阵时就第一次，叫耶稣啦。但系讲真嘅，有时我的心入边有啲嘢唔过得咧，我哋就真系我求耶稣嘅。有时我系咁样求嘅，耶稣，我自己做唔到，不过你帮我啦，帮我做到呢件事啦。有时我人得罪我哋，我哋翻屋企系咪好嬲咧？好嬲嘅时候，我又同佢讲：耶稣，我唔想嬲呢个人咧，你帮我啦！嬲人好辛苦嘅，点解我哋爱嬲人？自己又做唔到喎，系咪？耶稣会帮我哋。系啦，我讲咗我个病情，我冇惊到。好啦，差唔多第二次，医生又再同我换药。换药嗰个时候，我打咗十二次化疗，化疗我冇开刀，佢又再同我换药。换一个药是三个星期打一次，我打到依家我仲打紧，因为呢个药佢医生讲已经冇咩后力，又同我换药。八月十六号嘅时候，我已经系答应嚟呢个教会做见证，我死啦！咁样又换药，换咗嗰个药我冇力个，点算啊？咁样我又想同阿敏讲，不如唔接啦。后来我又去看医生，十六号换那个药的时候又是不对，又是四十分钟，我又是整个人心又跳到很紧要，又是血压很低。结果
又停了，那个护士马上将那个药删了，那我的血压就上来了。多谢神啊，样样嘢我觉得都是神带我经历的。我想讲的是，你们看到我，我是不好开心啊。如果我有这个病还这么开心，是不是靠耶稣啊？是啦，如果没有，为什么这么开心？我这么开心，我知道为什么我不怕，不是我不怕，个个人都会怕，但是呢，我知道以后我去哪里，我的生命有盼望，我也知道以后我去哪里，所以我不怕咯，我知道有耶稣跟我一起，所以有些人很顾忌说啦，其实我这把年纪，我明年是80岁，OK，所以我觉得我很鼓励大家，心里面呢，好像我这样啦，开心一点啦，我现在来跟大家唱一首《好心情》，就好心情。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，让我们来祝福你，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，耶稣爱你爱你，让他爱围绕你，一路捧满你，烦恼都忘记，每天好心情，愿你有个好心情，心情，我真系每日都好心情噶。我如果日日起身，我都系先多谢主，今日俾我又过得咁开心啦，啊，有一个开心嘅一日，因为有一日就珍惜一日，唔爱谂听日，系咪啊？啱啊，啱啊，嗬。系，今日系中秋节啊。我哋系咪我嚟唱一首关于月亮的歌，好啦，因为呢啲歌我有啲我都唔识唱，我净系识唱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好，我相信你们都会唱吧，一定要一起唱哦，我不要静静的哦，好不好？有时我会讲下华语，因为惯咗啦，好。我哋大家一齐唱，点样讲？月亮代表我的心，系咪啊？啱啊！好，来，月亮代表我们的心。啊，冇歌词喎，你哋识唔识？是啊，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？你有
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不移，我的爱不变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轻轻的一个吻，已经打动我的心。深深的一段情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你们唱啦，我不唱。我跟你讲歌词。见证好少啊，因为咧唔知突然间唔识讲咧嚟到呢度，因为心入边咧好平静又好平安，都唔识留人啦依家。如果以前我讲起我嘅先生，哇，我会咬牙切齿讲很多，但是呢今天不会讲咧，因为我的心里面很平静，而且我昨天才跟我一个牧师分享，哇，若是你。现在你问我最讨厌谁，讨厌谁，哇，我好像没人讨厌，没人讨厌，怎么办呢？真的，不懂说，真的有耶稣是这样的，我都是自己很自然的，不是特意的，因为怎样，我们会天天读经，有圣灵来救我们怎样，有时跟我们统制，我们的心会不同的，真的。
好啦，咁我又唱另外一首诗歌咯。我今天为你祝福，系咪大家可以祝福？系啦，嗬，祝福系最好噶吓，今天为你祝福，耶和华必天天看顾。你在家在外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必如保护。你当除去恐惧的心，这不是从神来，靠着耶稣永不摇动，我们一生蒙了大福。我今天为你祝福，耶和华必天天看顾。在家在外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必一路保护。你当除去恐惧的心，因为这不是从神来，靠着耶稣永不摇。蒙了大福，是了，有耶稣，我们一生是蒙了大福。我今天为你祝福，耶和华必天天看顾。你在家在外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必一路保护。你当除去恐惧的心，因为这不是从神来，靠着耶稣永不摇动。蒙了大福，靠着耶稣永不摇动，我们一生蒙了大福。多谢神，又多谢大家，一定要多谢在座的每一位，因为没有你们，我站在这里就没有什么意思，所以我还是要谢谢你们。还有一首《快乐人》哈，我依家去唱一首广东诗歌，因为我谂我唱，我希望你哋听得懂我嘅广东诗歌。大家一齐唱，你呢个旋律大家都识嘅，就系《那个不多情》哈。我们大家一起唱《快乐人》，大家去做一个快乐人。真开心早经已获得拯救，得恩主爱护，能做快乐人。神常维护我，心中倍欢欣。心中真轻松。
人生满希望，共主开通行。我愿意歌声唱颂教主人。怎样会来做个快乐人，就似我咁样啦，信耶稣啦，就会好快乐噶。因为你睇我又有病，又有化疗咁多次，其实化疗好辛苦噶，啊，真系好辛苦噶。有啲人都唔爱化疗，拒绝，今年唔爱放弃。但系多谢神啊，所以咧，我真系好呼吁你哋，因为有时我哋好似食咗一样嘢好食，系咪？如果我介绍给你，你是不可以试一下，你没吃你怎知道好吃，我只是听我说好吃，所以你们自己去试一下好不好吃先，是吧？好啦，大家如果想做个快乐人，举手 就会做快乐人的了，好像我这样， OK？ 好，多谢你们，如果没有你们，我真的再说一次，我站在这里没什么意思的。好，我哋俾我哋恩惠姊妹一个热烈嘅掌声。真系你睇佢做唔做一个有病嘅人啊？唔做咧，我哋都好重要一个病噶嘛。你有冇病啊？你做唔做一个病人啊？如果系我哋唔开心嘅话，我哋就好重要一个病人，系咪啊？你行路头低低，眼湿湿啊！乜嘢啊？睇见银纸都唔识执，哎呀！所以睇我哋要做一个快乐人，唔系我哋要做就做得做出嚟，系咪啊？你做唔做得出啊？做唔出噶，呢个系活出嚟噶，喺我哋心入边系活出嚟，呢个快乐喺心入边噶。如果你嘅心唔快乐嘅话，你点样去做，点样去扮都唔会快乐噶。所以我们真的要给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个新的工作，这个就是信耶稣。信耶稣不但我们很多人以为信耶稣就是我们改变一个宗教，你们是不是这样想的？是不是这样？你信耶稣叫我就奉弃我旧底所信的来信这个宗教？不是，信耶稣第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改变你的生命。怎样改变呢？就是你从前你旧摆的生命你放弃了，即是你不再好像你旧摆这样活下去，就好像我们恩爱姊妹她这样，她旧摆是活得很辛苦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很辛苦啊？她就在后面叫出来了，没想过佢舊翻係好辛苦，係咪？好痛苦，唔係好辛苦啊，好煎熬啊！那個日子，但是真的很煎熬的，煎熬到哈，有時候真的不想活啊，真的會啊！感謝耶穌俾我一切，即係二十幾年入邊，我慢慢改，我而家係真係一個好快樂嘅人。我先生又改咗啦，嚇、啊。又信了耶稣，其时时祈祷啦。虽然他还未接受，不过他已经没给我们压力。还有我们过年吃东西，我的大女儿她就问爸爸，我们可以一起祷告吗？一起祈祷，就祈祷咯，祈祷咯，她又没反对，所以已经是很好的了。 OK， 好，多谢。
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改啊，你改得到嘛？改不到的。所以我舊版我又燒煙啦，又賭博啦，又飲酒啦。咁我一個朋友同我好好噶，係住喺只冷谷谷噶。我舊版就拜拜禮拜日我都去嗰度，就同佢哋一齊燒煙啦、飲酒啊、賭博啦。我當我信咗耶穌之後咧，成個人又改咗喎，又唔燒煙，又唔賭博，又唔飲酒。佢哋覺得好奇怪。佢攞兩包煙就俾我啦，佢話我俾你送俾你，唔使錢噶。我話唔得啊，我唔可以燒咗。佢話點解？咁佢阿爸咧，我朋友個阿爸就同我講啦，佢話佢啊改煙改酒改唔到，嗰陣我都冇乜識嗰個廣東話，佢改煙改酒改唔到。我話唔係啊，我改得到啊。佢話唔係，你改煙改酒改唔到，你明白乜嘢意思嘛？即是说改煙改酒改不会賭博、啊、改煙改酒改不到我说是你说得对，所以看我们不是改、啊、如果是改的话我们很艰难的，你的生命我们的性格，你的性格是几十年是这样，你要改它、啊、真的很艰难、啊、你一个说粗话的人，你叫他说你不要说粗话了，你认为是改得到吗？改不到。一个烧烟的人，你叫他改烟改不到，除非有什么事发生。所以我们不是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是用神在我们的身上做一个新的工作。你就是将你的生命交给神。一个病人你要叫他快乐，你说他快乐快得出吗？有没有这样的心情？他一瞓在床嗰度，佢就揽住好多嘢。第一，医药费几多啊？第二，佢个病几时会好啊？第三，佢要瞓喺嗰度几耐嘅时间啊？揽到好多嘢。当你咁样去揽嘅时候，你唔会快乐噶，你好辛苦噶。当我哋头先我开始嘅时候，我就同大家讲啦，将啲嘢点样交出嚟，这个好艰难，你要交出。你所认为辛苦的东西你要交出来，不是这样容易。所以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，耶稣给你一个新的生命，你就能够将你的辛苦的事，将你的生命，将你一切的事交给耶稣。这个就是信耶稣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今天你在这里，你听到我们恩爱姊妹的见证，他都跟你说了，你要去试一下，你要去经历一下，你才会知道原来信耶稣不是叫你改变一个宗教，信耶稣是叫你改变你的生命，叫你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是什么？不是叫你很有钱，不是叫你很穷，不是叫你便宜，不是叫你有很多问题，是要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你要过得一个很快乐的生活。有钱都要有快乐，无钱都要有快乐，有病都要有快乐，有问题都要有快乐，都要有平安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，因为你就是这样过，有钱人都是这样过，冇钱人都系咁过，我哋人生就系咁。好多人认为有钱人好快乐，哇，好羡慕佢，系咪咁啊？如果你真正去明白、去了解嘅时候，你知道有钱人有时候都唔系好快乐，佢哋好惊啊，惊乜嘢啊？惊佢嘅钱俾人哋呃咗。冇钱嘅人系咪惊啊？惊惊乜嘢啊？冇钱咯，听日唔知食乜嘢，系咪啊？冇得食啦！啊，就系咁啊！我哋人生就系咁啊，有钱冇钱都系咁啊，所以最紧要系你要过得快乐又平安，有耶稣就有平安又快乐。我哋恩爱姊妹所分享嘅见证，唔系单单害嘅身上有咁嘅见证。很多信耶稣的人，你问他们，
他们都是跟你分享一样的事，一样的见证。所以有一个他的头脑有些问题的一个女仔，一个是叫做头脑麻痹症，头脑麻痹，他整个人你看见他你就知道这个是有问题，因为行路是歪的，讲话都讲不正的。你说这样的人摆摆被人家捉弄，你看他痴线，你看他不知道说什么，被人家捉弄。你说这样的人有没有快乐？如果你是去的话，你会怎样？摆摆被人家捉弄，被人家整蛊。但是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画家，拿到什么博士啊，是这样的人，歪行路歪的，说话都不出，写字都不写的，但是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画家，这个是真正的事，因为他信了耶稣。他信了耶稣之后，他知道他很喜欢画画，他的爸爸妈妈都送他去这个去画，去训练，所以他训练到他真的画得很灵。所以有人就问他了，你这样的样子你怎样看自己啊？你怎样看自己？哇，如果是人家问你的话，你会怎样？但是他很快乐，他跟人家说，他说我有一个很爱我的爸爸，很爱我的妈妈，他说我画的画，我画的画就很漂亮，我的腿很漂亮的，他做得欣赏自己啊。所以他很快乐，他写了一首歌，如果我能够唱，如果我能唱，哇，我们做得唱，做得唱歌，有多少时候我们真的很快乐去唱歌？为什么他能够活得这么快乐？因为耶稣在他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朋友，你今天你的生活怎样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能够跟你保证，就是如果你有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就能够活出一个很快乐的生命。就算你在病痛之中，我跟你分享一个我去探访的时候一个真实的事。有一个病人患了肺癌、哦，他不做得躺在床那里睡觉，不准躺在那里睡觉，他只能够缩在那里睡觉，因为怎样很痛。当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，就好像这样啦，跟大家分享信耶稣啦，信耶稣啦，有快乐啊，有平安。他说我不爱，我不爱，我说好啦。但是讲了半个钟头，两个钟头，不会相信。后来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好不好这样，我跟他说信了耶稣之后你有平安，这个平安我能够跟你说是保证的，因为这句话不是我说的，是圣经说的。我跟他说能够保证你的心中有平安。他听了之后呢，他就心就动了，他说好了，我试一下。我说好了，你信吧。他就信了耶稣，信了耶稣之后，我就跟他聊天到一半的时候，忽然间我听到好像是听到一个声音，就跟我说你蒙住他怎样啊。哎，我看见他整个人松晒，哇，真的松晒。我就问他了，哇，这位姐妹你现在你觉得怎样啊？他说哎，我很轻松啊，我真的很平安啊。他真的很平安。我说你看，你信了耶稣，整个人马上就改变了。接下来我又去探访他，就差不多两个礼拜之后，我看见他和他的仔女在一个房间里面，几欢喜啊，在那里唱歌庆祝他的生日。他看见我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一句话，他说牧师啊，我真的很后悔。我后悔什么啊？
点解我家姐只信耶稣啊？我咪早啲信咪好咯。我家信都唔迟啊，系咪啊？家信都唔迟，你几时信都唔迟，因为呢个系神嘅意思，真系好欢喜。睇见佢就好似睇见我哋恩女姊妹噶，好似冇事喎、啊。但我第一摆睇见佢嘅时候唔系咁，踎喺嗰度几辛苦啊！改变，马上嘅改变。所以今日弟兄姊妹朋友，俾你一个机会，信耶稣，接受耶稣，成为你各样嘅救主。无论你家嘅情况系点样，你嘅心情系点，你接受咗耶稣之后，神就会在你的生命做一个新的事，这个是你的时间，没人能够逼你，没人能够代替你的，你自己的选择。所以哪位你要信耶稣的，举起你的手，我会为你祈祷。现在一二三，要信耶稣的请你举起你的手，我为你祈祷。有哪位你要信耶稣的，举起你的手，不用看人，是你自己的事，不用看你旁边的人。 我看见有些人就很想来举手，但看见好像没有人举手，没想过这个是你的选择。有哪位你要信耶稣的，你举起你的手，我就会为你祈祷。